黑灵整个大道，从今以后不可行医，更不可碰黑灵。我不是个好野士，到现在才懂。当年你只想着和黑灵争输赢，多少人因此受伤。 你就是一个除了自己谁都不顾的混蛋！心死了，就会变成冷冰冰的石头，谁也无能为力呀、啊。我却只想看见当年的你，那个救我的你。所以，我必须要战胜黑灵。 你是想要公平，还是想要做个好医师？好医师除了用药，还要用心。打！你心中一定是有光的，只是你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去照亮别人。心底有光。